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4月10号，也是开服的第162天了。我靠，这今天太刺激了！今天我们就可以一周一次的抽这个活动神品鼓捣器。每周三做这个活动有一个很好的好处，就是这个活动差不多最后一天了，就可以给他用了。他都攒了7000了，7000的话，今天打算兑换一下这个逆乳肉啊，再兑换一个这个千选啊。其实千选虽然没啥用，放在家里当老婆对吧？热卖的话，这30肯定给大家买上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我们要开始搞一个新的关卡了，天使千仞雪装系的啊。这里的话98给大家买两个意思一下就行，但是合同线路这个6块和30咱还是买一个，一个6块一个30其实也不贵对吧。其实啊，这里这98和68相比，这个其实差不多划算，没有说这98就特别划算啊，别的就一般啊。走你啊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神之星开了一个出来，我现在有三个了，我靠，职位晋升终于可以升了啊，这升了太久了。终于店主现在膜拜的就是膜拜我们自己了，来现在人际学习就可以学了啊。最后一个学习一下狩猎律动啊，第一回合最高攻击的魂师啊，就是那个最厉害的，额外释放一次大招。第四回合起，最高魂师每回合都有30%的概率放大招，持续三回合有效，那这个就很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这个速神猪之心就刚刚开的这个东西啊，很好，速神之心就一个就可以了，这6块还是划算的。其实这个书很划算，68一本，然后128给2本也可以搞，128给一个啊，这128要买完哈才可以，这个6块可以，这个30好像可以搞2次，就每周的就搞这么一点啊，剩下的68给大家爽了，好吧。这328买一次吧，这是日线狗，这其实挺划算的，这2000给10个不划算的，要把这个买满啊，3400买完，把这买满啊，30 68买几个，这18都买完，再来一个，好结束。然后这个的个性定制的话，想买一下这个6块买一个，给一个币18买，再把这兑换完6500，其实就花完6040个，然后我们到时候就用来兑换这个灵影神师墓，这个东西要集齐12个才能兑换啊，就很难。你今天能开12个吗？我觉得开不出来，他运气超级好，我觉得也开不出来，因为不会抽太多，你看啥都没有，他这个好像是90抽出一个保底，我服了大哥，单姐问老谢，好，这个90抽的最后一发才出，这是纯纯的裸保底啊，各位，纯纯大月种，咱这个再等下一次这个幸运星盘吧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180次，那肯定就是第二个，肯定是保底的，铁保底的。各位，咱们，哎呀，今天运气不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哎呀，要是3次就出了就好了，大哥，你做个人哦。我们估计今天可能就出了4到5个蛛网索引啊。好，270也是纯保底，下一发就360了。好，哦，这有2个，咱今天至少要再搞80抽，一定要搞啊，328一个，这就要20抽就行了，因为还是要留一点钻石的，各位。328开始就不给钻石了，就比较坑啊，给了这个东西用来兑换的，它不给钻石了，我觉得不太好。好，这里咱们就80抽啊，把这抽完就可以了，然后就等下一次活动了。我们其实这个刻度也不是说想抽什么就抽什么，328搞2个其实没有区别，因为就不划算了嘛，我搞到400我已经把这拿到了，这儿我们先召唤一下，这儿已经换好了。来，今天来2个白鹤，哎，我就瞑目了，白宝山在失败中成长，优雅来行了。哦，火舞出了一个，是我们心愿，哦，又出一个，刚刚是牛高长老，有人说我是死亡是生存的代价啊，这钻石不留也算了，再抽40抽，完了再抽40抽，这贼亏啊，他就还差10抽，完了他还差10抽就能出这个蛛网索引，那只能再来一个328了，再来60抽，好，再来一个328，这样的话这328会给3个蛛网索引，哎，哦就够了，你看一个，然后这到500抽又给2个，哦就够了，刚好，哎，我还行啊，好，那我很爱灵影神师墓，这第一次我们就没有拿到啊，这次终于拿到了，这里神奇魂导器就可以激活了呀，零件激活，你看加9串，这东西也可以升，8星魂师吃一个，走你加6万，这个加零加的特别虚啊，威力走你对吧，海绵王三走你，神奇五千突破一次啊，加7万，哇舒服，这再升几次啊，加了1万，攻防这抽5次，1次2次3次4次5次高级攻防走你90次啊，2次没有出好东西，只有出金色的50或者100个啊，这样才算好东西啊，不行啊，才出了1次金，完了，我靠，70%我都打过，这又出一个穿透者，啊，这已经4星了，我靠，我靠，哦，这个玉鼎之炎搞一个加7万 ，PVP 当中对地克制多了一些 ，PVP 我方前两回合受到法师和降低2%也还行，我觉得今天要开应该开一个光猫。一个光猫，一个神女，把他们神技开了，我觉得能强一些。神技，好，这个的神技就可以来一个这个戒士，戒士是升等级的。
本小姐驾到了。这里灵隐神师墓，这里可以加这个东西的。这个右上角有这个东西的，就是不能用啊。这个就能加36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、就能加很多战力啊。这里还有一个，现在咱们还是给他升一下吧。再给他升一个12了，加27万虚战，这还得洗啊。坑孔来了，好，就来个这个吧。咱们这一套，哎，终于就成型了啊。这是哦，这个哦，这个是可以升。今天刚进活的两个是可以升。这里这个68咱们买了，这个68是划算的。来，今天终于可以开一个天使千日雪。祈祷无用。白鹤还是要升神。再收4个就可以有了，我们有60吸收呢。这里呢，其实运气好是有两个，但是我觉得不指望啊。这是直接给的，右上角直接给的，这不算心愿，心愿还在的。我叫小五。你在小五是吧？哦，又是白鹤，哇，真出两个，再来一个。其实我感觉，一天恒还收了光系的一天恒，行。除了我，我妹妹火舞。再召唤一只白鹤，各位，白鹤今天可以升的贼爽。白鹤什么时候升神了？我记得上次他是个级啊，才是不对啊，白鹤咱搞浪费了，有两个，苗虎也是，因为太久我没玩了，他今天就变得贼强，不仅是这个解锁的奥义和破级技啊，叙事其实也很强啊，他就是能最高提升17的输出，给他洗一个吧，高级采菊还行啊，各位先保存。这里的话是造成法术伤害时追加生命上限4%的真伤，这个裁决还可以的。精准的话也还行，虽然也不是最强的，但是它很强，非常强。还是要解除一下链接，就这水玉儿，搞一个，给他重铸一个吧。哦，一个高贪婪，一个高进化，也行吧。好，这里这个贪婪就可以换啊。这里神器就可以换了，这个穿透就不要了。这个穿透和那个穿透会产生冲突，这边再搞一个叙事就贼强。圣诞创使命必达。其实这个减速挺好的，减速量对面贼恶心。好，今天抽了一个一天恒。战胜我。但是这里的回暖器的是这个要搞完，这家战力很多很虚，这是80毛可以喝好多啊。走，一个。噔噔。好，再来一个金色80毛。好，再来一个彩的。洗清你的罪。电体技还是猛击，猛击猛击。回收这里一和二，我们更换一下，加2万，可以激活一天恒了。这里又可以领取啊战力和钻石，再激活收集等级能提升了。哇，能加8000，哎，直接比较少。还有一个雪月瑶，这个游戏就先到这吧，感谢大家收看啊。